早安啊，我们今天要玩一款蛮特别的游戏啊，它是一个塔防类型的游戏，但它并不是要消灭敌人，而是要把敌人喂饱，把那些外星人喂饱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冲到终点去，还蛮有趣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新手教学吧。来，画面蛮阳春的，说实话，但是看评价都蛮好，所以游戏内容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，应该是挺棒的，所以我们就来一起玩玩吧。来，前面连新手教学都有那个啊，这个是开头啦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把它跳掉了，应该是开头剧情，然后一边解释这个故事，然后一边教我们怎么玩吧。OK， 它的游戏的画面大概就是这样，方方正正小小的。不过其实这种类型游戏不需要多好的画面，游戏好玩是比较重要的。好，这是什么了？嚯，你好地球人，我的妈，怪物，别太害怕，并不是想要造成危害的啊。我们是流浪全宇宙的美食家，听说地球上有多种多样食物，我们想尝一尝啊，但我们会付费，准备好人类使用的货币。这里我们准备了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厨房，只要提供满意的料理，你也许会赚够足够的钱回家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菜啊！他不是啊、他可能只会煮泡面吧？会不会？你们地球人第一次见到外星人，但也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做饭。我会一步步告诉你该怎么做的啊！新手教学，安排厨房外围那边的白色桌子。OK， 我可以选择一张桌子摆放的料理，通过改变布置。改变配置，然后菜单烤鱼，然后敌人是从这边过来吧。好，做得很好，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烤鱼。然后我们还安排厨具，为了依照食谱烹调要好好安排厨具，所以我们改变配置厨具，放这里，然后食材箱放这里，安排了厨房，可以开始烹调了。好啊，先看啊。有，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那应该要放在旁边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用走了。嗯，可以这样继续做菜，可以看到旁边的蓝色传送门，然后对面有个红色传送门。当我在做菜时，我们的美食家为什么这个蓝色传送门进来？有没有看到它像 TD 一样？但是它的就是喂食跟消灭的时候是差别蛮大的。我们吃饱直到满足就会离开，这一边吃一边移动方式自助餐。地球会觉得我们吃饭方式有些奇怪，但外星有外星的文化。好，怎么了？问个问题，你说你们吃饱满意后回家，那不满意呢？好问题，如果我们在到达之前没有吃饱，我们可能会失去耐心，就去尝尝你们地球人的味道。所以你要尽力，是不是？这个设定还蛮有趣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准备好后就开始营业吧。我们期待着美味的料理。一旦餐厅开业，就不可以更改了。OK， 然后我们可能声音再小小声一点，好了。OK， 餐厅开幕。我可以改变吗？现在好像不行哦。改变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有了。这样子，我来试试看。好，开幕。只要拿鱼过来料理，我就可以直接放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快卡门。然后嘞，哦。有没有看到超可爱？然后这里还有它的攻击范围，有一只冲出去了。完了，我来不及做。我们接下来要选择炸猪排肉丸，需要布置三个餐具，三个厨具 ，cheese 薯条。做饭也不太难吧？地球人料理确实不错啊。缺乏一些特色，准备了可以改变食材的方法，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做出可合我们的胃口的饭菜。所以强化食材，他还加了那个幸存者的这种选三选一的
在里面呢，选择还有食材的料理，饱足感增加。然后吃了含有选择食材的料理后，顾客以 2.5% 的几率饱餐。 2.5% 是有点低啊，范围增加，饱食增加好了。我们还要选择食材，然后鱼吧，确认。OK， 哎，可是我如果我弄这个肉丸，它需要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啊。哦，总共要这么多，它才可以做一份肉丸呢。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啊？看一下哦，我们来个肉丸，然后需要生食箱 ，OK， 然后需要一个厨具，肉丸的制作需要菜板，好，这样子有了吗？两个都需要菜板，然后还会放上去，我们结束布置，然后。我还可以继续强化食材，然后它就是花钱强化的，对了。OK， 然后已经点过了，它就要选别的强化生肉。好，那它会去哪一个啊？哎，它还是跑到下面去了。对呀，可能要那个正式开始玩吧，我在想。哦，他会这边做一个菜，那边做一个菜，那完蛋，那我们爆炸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肯定爆炸。哎，有忘记我们的部分，忘记告诉我们部分，然后可以暂时终止料理的制作流程，挑选一个已摆放的料理，试试终止。OK， 太好了，这个是停止，好。这样，哎，停止了，它不是，啊，因为人已经过去了，啊，完蛋，饿啊，然后多少是我的血量啊？下面是我的血量，哎，可是我按关闭烹调，它还是会走过去，哎，哈，所有顾客原地停止五秒，这是我可以消耗的东西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热狗，嗯哼。一个人难以照顾这么多客人，复制我的克隆人。OK， 复制克隆体，有了有了，这样子就会一个专门做肉丸的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改变配置，在这边沾一个专门做肉丸的，就会安全很多。这样好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，先试看看这样吧。哦，还有600块可以再复制一个哦。好，有三个我的复制人了，然后我们做一个热狗在后面的位置好了。OK， 热狗上面有教我们要什么？需要食材箱，这部分还好，还蛮好的，可以让我们这种白给的也知道该怎么做。需要调理台。好，那我人物安排，哦，他快这个停留5秒，按 Z。他应该会自动去各自做各自的事情。哎，但是哦，菜板不够。哎呀 ，OK， 有点白给。我觉得我们好像要让他们近一点。对，要让他们近一点。这个跑下来了。对，等一下我们要玩的时候，可能要注意，正式开始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尽可能的让他们近一点，或许会比较好。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只留在特定的区域，这会是比较好的做法。然后这边冲啊，鱼菜板不够，鱼不够，煎锅也不够，来一个寿司，好，相当熟练。明天会有一个特别的客人来访问，没有，超级不熟练。强化厨具跟料理。OK， 延长我们的生命，厨房会逐渐变得忙碌。厨房现况，看一下。我 OK， 强化厨具是怎样？10%立即完成，移动速度变快，烹饪变快，
这个吧，烹饪变快，然后我们这个肉丸肯定是不要的，对，这个肉丸肯定是不要，然后我们拉近一点，我们做一个热狗放在这里，那看一下哦，锅子鱼放在这样子啊，就直接在那边上菜，如何？好像还不错哦。再来，热狗需要生食材箱，还有面包，然后需要肉，这样，肉放那边，然后菜板放这边。再来，热狗制作需要调理台，所以我们面包放在这里，调理台放在这里，这样它就会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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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到那边上菜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不定一个人不够，说不定还有两个人去弄一个区域。不过我们先试看看，哦，它还有上菜那个速度哎，然后分量有写。这个 TD 是不是超级超级有趣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很特别吧？然后我们需要米，然后寿司制作需要汤锅，啊？不需要寿司上面的肉吗？不需要吗？然后它有个星星，蛮神奇的，为什么？哎，有了，可以确认一下。好，欸，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在小小的发呆。对，你看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在发呆，所以应该是要有什么方法可以，我看一下哦，选择，如果这样子呢，看一下，他们还是会跑下来耶，对不对？还是会跑下来，但是这次看起来是比较有在做事，只是如果可以一个人就在同一个地方好像会比较好。然后鱼不够，料理台不够，煎锅不够，所以我们再一个料理台，鱼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结束布置。哎，我们还可以再复制一个人，说不定再一个人他就会变好。然后厨具也可以再强化一下 ，OK， 再强化一下，好，再强化一下 ，OK， 然后我们来开幕，这样人多了应该是，哦，有个大只的，完，他冲出去了，啊，我们大家到底有没有在做事？完蛋，我就这样满意了，谢谢你提供美食，地球人，那你回到地球去吧。OK， 好，新手教学结束了，但我还是一样白给你们知道的。先看，从这里过去到这里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烤虾跟炸猪排。烤虾，感觉好像有点难耶，我们需要先把它弄熟，食材箱，然后煎熟就可以了，这样这个范围好，那需要食材箱、虾子，然后需要一个煎锅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两个虾子两个煎锅这样子，我们确认一下。哎，好像蛮够的耶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一个虾子，然后这样子不知道行不行，打完第一圈四个人，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没有钱，开幕看看，哇，这样，哎，有个跑掉了，哇，刚好就平均两只会跑一只，
No，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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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太白给了。我们要一个简单的蒸马铃薯，然后难度二，我们先来个难度一的就好了。对，先来个难度一的，然后蒸马铃薯我们就放在这里。好，然后需要食材箱，然后需要汤锅。等一下哦，汤锅应该要放在前面，食材箱放后面，或者是像我们刚刚那样子会比较好。对，一左一右会比较好。好，然后他要怎么 ？OK， 他要怎么挪动啊？有位配置的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。然后按错了，白给，好险。汤锅 ，OK， 确认一下。还是会有一个跑过去啊，我不能让他们就是专注在他的位置吗？不行，指定他的位置。好，然后指定你的位置。好，指定位置。不是，指定位置是什么意思？不对，他是会跑下去。这样子好像没有很合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还跑下去的话，我就不应该在那边弄这个。除非不想他那个那么多区域，然后我们只能有一个在那边，好像也不太对齁。看一下，再确认一次，我们应该有什么选择可以让我们让他不会这样子跑吧？对呀，总是会有一个跑过来。总是有一个跑过来。好，要不然我们现在玩的试玩版啦，它正式版出来，或许因为已经出了，正式版说不定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买正式版了，再跟我们讲有这个问题有解决，要不然感觉或者是它其实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不要走过去，只是我自己白给，有没有可能？也是有可能啊。然后我们强化食材，饱足感，移动速度永久减少，饱足感增加，额外获得 10% 饱足感，瞎子吧。好，没有钱了，那你就先过来。好，你就过来，你就这边。OK， 确认一下。好，他会开始做事情，然后会有一个跑掉，然后跑掉再发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怎么回事？再看一次。好，然后你怎么往上跑？让他继续发呆，一定不对。怎么会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移动？指定复制体位置，嘿，这样，然后没有，好像就只有移动而已。我们再看一下，他还是跑上来，完蛋了。好了，说不定正式版有办法解决，或者是其实他有办法解决，只是我不知道。不管如何，我们还是就开幕吧。哇，这个跑上来有点麻烦，应该是有啦，只是你们也知道我87，所以我误会了。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被卡住，直接不能动？哇，吃饱就很赞，超棒。然后我们的马铃薯就完全用不到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有一只很嗨的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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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谢谢你制作美味的饭菜，地球人收下这个。停留5秒，这个吧，直接多4份。再来，我们要不要来个难度高一点的？我觉得难度高一点，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
妈，试看看番茄意大利面。我们就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然后把它都给先消掉。番茄意大利面。哪一个位置啊？后面这里好了。好，我们需要食材箱，食材箱，料理台，汤锅。它上面应该会写顺序，面跟那个要一起煮。好，所以面要放在这里，这样，然后汤锅放在这里。我们先看这样做会不会比较快。然后，番茄放在这里，人是会彼此卡住的，对不对？人会彼此卡住的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调理台。最后要调理台。对，最后才是调理台，所以调理台在这边。然后这里一个番茄，再加上它需要是菜板，这样对吗？这样配有比较快吗？可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走到这边来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把番茄意大利面放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一个调理台放在这里，这样做完就可以直接端上去了。好，然后指定复制体位置，然后嘞，我还是不懂他那个指定是什么意思。这样，我们看一下。对呀，还是会一个跑过来，一个跑过去。我觉得指定说不定是教我们怎么让它定在原地吗？是吗？这样，指定，再看一下。没有，指定它，然后去做这里，不对。好吧，我可能不知道，你如果知道怎么用再告诉我们好了。反正目前应该是可以过完这关没有问题。总之就先这样，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个复制体，然后你过来这里。好，我们还有多少钱？1000多块。强化厨具，移动速度加快，然后 10% 的几率烤箱会自动烹饪，太强了吧。油炸机我没有，所以我继续强化这个。然后煎锅时间减少，它每次点都是随机的。再来是饱足感加倍，含有选择食材料理的上菜速度减缓，但饱足感加倍。减缓那就面吧，然后做慢一点应该是影响还好。然后生效两次，减少70，但生效两次是它的那个食谱食物上面有额外的效果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有额外效果吗？有哎、欸，没，那是我刚才自己用的。如果它的那个食物有额外效果，会蛮有趣的。好了，开幕吧。有了，虾子目前扛得住。要跑过来了。冲刺，刚好他冲刺，还是说游戏他设定成一定会跑来跑去，就是游戏给我们的难度，会不会？有可能呢。因为如果你单纯就两个人负责那个台子，然后一直重复做，好像就没有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人物跑来跑去是为了增加游戏的难度，那就蛮合理的了齁。对耶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东西去，就是可能堆叠一个区域，可能可以负责两道菜这样子。好像蛮合理的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先拿个烤鸡就好了。我目前有个烤虾，虾子需要锅子，
但目前我们先强化食材吧，烹饪加快，然后煎锅使用时间减短，食材也在强化，饱足感在增加，在强化，额外获得饱足感，可以 ，Go。对耶，我觉得他的那个设计人物跑来跑去，应该是他游戏他设定给予的难度，这样蛮合理的。哎呦，新的怪物来了，完了，有一个要冲过去了。我们意大利面可以扛得住吗？看一下意大利面的伤害。哦，意大利面很饱。那乌龟呢？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再给他一下。哎呀，啪嚓。还好他没有吃我，没有问题。传家宝给我们一个啊，我可以让他备料啊，可能刚才那个备料应该没有帮助。生命值降为零是牺牲一个克隆体并恢复所有生命值，每天回复好了，然后来个肉丸，看一下我们需要再复制一个，然后对耶，这样越玩越觉得他这个跑来跑去的应该是难度设计。设计上是这样，那我们需要一个烤鸡。嗯，等一下哦，我们这里就可以看一下，改变配置，烤鸡就可以放在这边。它需要食材箱跟烤箱，烤箱，然后食材箱需要鸡肉，无法移动过去。哦，这个厨具只可以在这个方向，好像还真的是耶，这游戏的难度应该就是在这部分了，要不然单纯就是同一个人负责同一区的话，这游戏就啊，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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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哎，你先去除，然后放到这里来。OK， 确认一下。哎，安奈，为什么烤鸡烤一烤，你跑掉这边，跑到这边来啊？不对，这样不对。然后你，我把它放过来一格会有差吗？对耶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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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把它往前放呢？烤箱放到这边来呢？看一下，不行啊，它还是会跑去制作这个。那我们如果不用烤箱，我们用蒸马铃薯会如何？蒸马铃薯需要马铃薯箱，然后需要汤锅。看一下哦，嗯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那个菜肴位置放歪了。好，再看一下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它这样就会过去放。然后我们还需要再多一格的位置，嗯，多一个这样子，然后再一个虾子，这样。再看一下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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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然后这边有在慢慢的做，这里有慢慢的做，然后这里弄完之后，它刚好可以加速冲到下一个地方。哦哦哦哦哦，哎，有哎，好像有点感觉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先强化厨具，煎锅使用再减短，然后强化食材，上菜速度加快。嗯，饱足再增加吧。OK， 开始。哎、欸，越玩越好玩呢，真的是越玩越好玩呢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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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紧急增加。哎、欸，这个用完就不是每一轮都有哎，用完它就没了。哇，那有点哈扣，我刚才不应该按紧急增加的，我们食物其实够。哎、欸，哦，好，
我们食物其实是够的，没有哎，好像不够哎。再来难度三 ，cheese 番茄意大利面。哦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哦，不足，那就是选择它 ，OK， 要把它换掉。那我们就不要番茄意大利面，我们改 cheese 番茄意大利面。然后我不需要的东西，它会告诉我在上面呢。哎，挺棒的。好，再来需要 cheese， 看一下哦，它是最后再把东西放上去，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重复放，不会有影响。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完成，然后把它放过去，然后一个跑掉，再来一轮。哇，原来这游戏是在玩你的那个，玩你的那个流程啊！对对对对，你若让一个人在同一区重复待着，就不有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结束布置。再来是我们在强化食材，含有选择料理的完成时100%的几率减少一人份的分量，但、哦、吃料理的顾客周围两格内也会有也有效果哎，那就是马铃薯吧，前面这个马铃薯，然后厨具烹饪。立即完成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周围三格内其他汤锅的 数量每增加一个，汤锅的烹煮数量加 20%。我们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那么多汤锅哎。这里有一个汤锅，哎，等一下哦，如果我们用这个，然后我们在这里。再加一个汤锅，然后放个马铃薯，不得再摆放了。那我们这里稍微换一下吧，马铃薯，我原本想说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对，其实应该是有办法，譬如说像把这个移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马铃薯，我们这边就马铃薯。这样，然后汤锅摆着，这样他们这样速度彼此都会快。好，然后把它布置过来，你也布置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OK， 这样子速度好像，这边有一点各少一个呢。再看一次，哎，真的越玩越好玩嘞！对耶，越玩越好玩嘞！他冲出去了，绕了一圈，绕了一圈好像不是好事情。对呀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布置好像没有很好，但先这样吧，我们再多一个人，我觉得就差这个人。差这个人，好，我也不是很确定啊。先看，哎，不对，我们有个在发呆哦，87哦，有个在发呆啊。哇，感觉，而且那个用过真的就没了。对耶，用过就没了。哦哦。哎，可以啊，一只冲过去了，哎，刚好，好险，可以，哇，成就感满满哎，真喂饱这些人，喂饱别人太棒了，谢谢你制作美味的饭菜，紧急补给，不消耗摆放的餐点数量。并提供顾客10次牛排套餐，
肉酱三明治需要两个厨具，说明尽可能的是不是要让我们的某些东西重叠会更棒啊？然后烤鸡吧 ，OK。目前有一个是多余的，对，它是多余的，所以你来这个地方吧，因为我们这个汤锅加上去一定会比较快。然后确认一下，哎，各三个是不是轮的速度会比较快啊？我再想想，如果我们这边再一个，我们就全部都三个，三三三这样。再来，我们再复制一个，然后把它放过来，确认。可会有留一个留下来做意大利面，所以这个流程上面好像没有比较快。然后菜板临时会不够一下下而已，但我们的厨具警告是都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先暂时这样，还有1000多块，我们来强化食材。嗯，为什么100%变95%啊？有可能会不减少的，对了。好，吃了含有选择食材料理后。料理效果，所以它也可以复数料理，然后彼此结合在一起。根据先前使用的饭菜数量提升1%，然后选择食材料理的上菜速度减缓300%，只是速度会变得蛮慢的。马铃薯我们已经可惜了，马铃薯已经有了，但减缓300%有点太硬了。这个吧，甜点，然后把番茄放在里面，因为番茄是在最后面这边做的。好，开店咯。我这东西真的是越玩越好玩，难怪评价那么好。可以，然后我们这里大魔王那个大乌龟来，我们正好意大利面把它秒掉，秒得掉吧，希望可以。快！我刚好4份。啊，完蛋了，有一只。啊，可惜了。汉堡难度4。汉堡。好。我们来试看看汉堡放在后面的位置。然后，肉丸吧，啊，意大利面，我们就直接取代它。然后，哎，我已经放上去了，它还是可以放在上面了。对，它还是可以放在上面。那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汉堡。这样它可以多打一个位。哎，需要顺序是什么？要先一个肉，然后要先一个肉，然后把它变成先切片，然后再蒸熟它。所以切片需要一个砧板，然后需要一个煎锅。再来还需要一个面包。单纯的面包放在最里面这里，好，料理台，哇，这好难哦。再来是 cheese， 砧板到底需要要不要放那么多？可是我还好是我们不需要钱，就是这些烹饪的厨具是不需要放钱的。如果这些也要花钱算上去的话，可能难度就更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说不定它有别的模式是需要的。cheese 生菜番茄 cheese， 这样我们要怎么放比较好啊？
生菜。对耶，哦，难度变好高哦。嗯，还是我自己87，我想想哦，应该有更好的摆法。对，这样子，然后需要砧板，是吧？然后生菜，生菜我放了，是要先放 cheese， 然后砧板，番茄，然后砧板，这样子它就会整排坐，然后放到这上面，然后。人物似乎是可以穿过去，不会受影响，它就是不要卡那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再来是这个，我们就面包就放在这个地方，或是左右这边对调也应该也可以，左右对调可能会比较好看。这虽然有点没有必要，但是我觉得放了一整排还蛮疗愈的，是吧？还蛮疗愈的，这样一二三。再来是，汉堡需要生肉，然后这里生肉，再来是要菜板，再来是要煎锅，那就放，然后放上去，看一下。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切菜，他跑别的地方去蒸骨，不行，这个一定会爆炸。对耶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利用它，就是锅子的部分不能让他们，对，这里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的话，我们要把肉放在这个地方，肉放在这里，然后砧板放在这里，看一下，然后一个挪过去，对耶，然后它放过来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了，我们这个就把它挪过来，这样应该三个就够了。放上来，好，放上来，然后放上来，这样，我们再看一次，这样是不是它煎锅就会在这边用完就放过去了？它不管用哪一个煎锅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有了，这样就有一个了，然后我们就是把角色给挪过来，好，这样挪过来。然后我们再先再多一个复制体，复制体越来越贵了。等一下哦，它这样，然后有一个它会跑过来先弄番茄，所以再看一次。然后它有一个会来弄肉，那这里是不是各取消一个？哦，好好玩哦，怎么这么好玩啊？菜板不够，怎么可能会菜板不够？哎呦，一堆东西都不够，哇，所以还是要把它放回来。对，再确认一次，这样子应该大家都有做。菜板还是会临时不够哎。所以如果我们这里再摆一个菜板啊，我懂，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场地小小的，我们就必须好好的规划它，如果没有好好规划，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的话，就会变得非常拖。哇，可以，但汉堡有点太慢，对，等这个肉再放过来有点太慢了，所以我看一下哦，如果我把这个放到这里来，不知道行否，
嗯，然后菜板，哎，他一开始会跑到，等一下哦，对耶，所以你要过来，有了，你看大家哇，有一个一起的感觉，不行啊，你看那个汉堡最后才来，然后他还要绕回去正前方，这个肯定不行，对不对？哇，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 TD 这么烧脑哎、欸！然后他还要利用煎锅的点，那如果我们再多放一个煎锅在这里来看一下，这样他就不会跟别人抢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他还是跑到后面去了。嗯，那如果我菜板放在这里嘞？等一下哦，这个，哎，移动，移过来，再移过来，然后这样子呢，会比较好吗？看一下，没有，还是那块肉，那块肉是一个大问题。对，那块肉是个超级大问题。嗯，我们要如何快速的煎到那块肉，然后不能让他们自己随便乱跑到别的地方去。我把它放这里来，这样。再来看一次。没有，他也是非常想要跑到这边来烤。不行不行，他一定要跑到第一个去烤。哎，他不是在第一个，他不想要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他一定要这个煎锅。如果我把这个挡起来嘞，我在这边放一个烤箱嘞，现在任何食谱都不用烤箱。哦，不用烤箱我就不能放上去哦。哦，哇，还真的挺坑的呢。那我如果在这边放一个菜板呢，他们应该不会跑去那边切菜吧？他还是他非常坚持，一定要烤第一个烤箱，非常非常坚持。好，然后这边在做。这里在做，不行，我脑容量不行啊。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你们来处理这个，我要开幕了。现在第八天了，哇！哦，哇哇哇哇哇！这边加速。OK， 哎，完蛋，一个冲过去了，好像常常就会漏一个，但我们的血量是还没问题了。然后每天摆放在任一，饱足感加 30%， 烹调速度加快好了。这个我们就跳过了吧。我看一下我们强化，哎，选择的饱足感减少 50%， 但上菜范围无限。那当然是那个啊。哇，可惜了，我们选过他就不能再那个嘞，选过就不能再改了，所以 cheese 吧，面包吧，嗯，然后这个汉堡真的有点太难，强化厨具，强化食材，嗯，来，厨具，烹调加快，烹调再加快。然后看一下哦，好，我们来 go， 距离无限还蛮棒的。啊，完蛋了！距离无限的话，代表他前面的有可能会攻进来。这个我要让他扣血了，
地球人就这一点水平。鱼汤炸鱼薯条后面的难度都好高。炸鱼薯条好了，可是汉堡无限距离蛮吸引人的。先来个炸鱼薯条吧，然后我们把肉丸的部分跳过。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改成炸鱼薯条。因为这个好处理，它就是各一就好了。那为什么音乐这么的嗨啊？好，然后砧板油炸，最后要放一个在左边，在那边，然后砧板在那边，这样我们正好，我看到这样刚好可以分开来。哎，不对，我们的那个这个要挪过去。这个挪过去，好，这样子 ，OK， 还有一个是马铃薯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布置一个在这里，布置在这里，它就会一连串的做下去。好，看一下，有了，可为什么又开始乱起来了？乱起来了，这第二乱开始就乱起来了，但这个速度还算是 OK。 好，再来我们强化食材，上菜速度加快 20%， 那就鱼吧。再来是虾子的饱足感增加，那这样我们其实中间换了不同的菜，那个肉没有连接在一起，就是食材没有连接在一起，有点可惜，对不对？食材没有连接在一起，有些食材我们后来没有用。又两只冲过去了。谢谢你制作美味的饭菜，烹调移动速度增加。哇。OK， 目前先跳过。那我还可否再放一个？不得再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其实可以放四个，对，我87其实可以。它是重复的不能放，对，重复的只能放一次，所以不同的是可以放上去了。那感觉起来我们好像要再一个，但是这样子感觉并没有优势。好啦，不管啦，我们就这样。好，他这个需要的是面粉米，然后为什么牛排套餐要放米？神奇了！我们平常吃牛排，烤箱，这可以转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不能多复制体了，所以这样子会有点麻烦。OK， 哎呦，好像可以耶！你看我们这一 round， 好像挺棒的。确认料理过程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有5000多块，我们先强化厨具，煎锅时间大幅减少，然后汤锅烹饪10%立即完成好了。啊，可惜了，差35块钱。开幕吧。我们的血量快不够了。这个可以让他们吃得完吗？
等一下哦，我们这边有九份芋圆，九份牛排。OK， 扛下来了，哇、哦，扛下来，扛下来了。鲑鱼汉堡难度五哎，这个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动它好了，这个太难了。虽然感觉饱足感非常的好，啊、哦，上菜分量比较多。嗯，目前人数不需要再动了，我觉得目前人数好像蛮顺的，妈，感觉起来了。我们再强化一下食材，马铃薯料理这个吧，再来饱足感额外获得，什么意思？额外获得饱足感 2.5 变3秒，好，然后立即完成 20%， 立即完成好像蛮强的耶，对不对？虽然它那个几率会影响到，那有一只冲过来了，我们可能会需要。可能要需要餐点爆炸，哦、oh, no no， 饿的要死，为什么饭菜迟迟不来？可恶，我还以为我可以过关的。 Game over， 哇，这游戏好玩哎，但是需要动点脑，像我这种八期就失败了，可惜了。我们应该刚刚要把另外一个给用完的，而且现在只是在阶段一而已。哇，只是在阶段一，然后还有不同的角色哎，我会有不同的天赋哎，还会有这个，哇，积分，对耶，这游戏好玩哎，这游戏真是玩到后面越玩越好玩哎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试玩到这边啊。你如果还不确定要买这款游戏的话，我们现在玩试玩版，你刚好看到了试玩内容，其实就很多，还蛮值得玩的了。所以你可以先试玩看看啊，有兴趣的话，对吧？买下来去玩其他角色。哦，这游戏真的不错哈，这个 TD 类游戏的话，它真的是蛮特别的。好啦，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这个游戏的话，记得去买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有看到更多有趣的游戏再拍给他看啦。那么就是下次再见啦。